欢迎大家翻嚟星期四嘅金融住晒半小时啊 ！Hello， 何宝石你好啊！系啊，今日咧我真系 keep 住半小时之内，因为咧今日已经系今年最后嘅第二日，听日系最后嘅一日。咁咧根本咧个市场咧亦都正个鬼，咁亦都我谂咧个个都挂住放假啦，我谂你哋都放假啦，我呢度星期一二都放，知唔知啊？咁你哋好似净系放，你哋冇啊？你哋香港唔紧要啦，我帮你哋做。有号三十一号，我哋应该会出去玩嘅。但我知道你今日要好嘈咁样做呢个五胡乱华，所以我个背景音乐系系咁轰。咁我今认真嘅嘢啦，我同你当玩咁得唔得 ？OK。来吧，来吧。我讲句真话俾你听，其实我做乜嘢都当玩。OK， 观众都熟过你啦，已经。哦，知道，我知道。Trading is just a game， 记住呢句说话。人生又系如戏 ，All right， 开始紧噶啦，系咪已经？系咪开始紧噶啦？系啊，真系啊！你边开始讲噶啦？我仲乱讲嘢添。OK， 嗱，2021年由2020年嘅 Covid lockdown 期，呢个系2020年啦。摇身一变，今年就成为通胀 transitory 年。OK， 唔系真正通胀。What again？ 好似 Jerome Powell 所话系 transitory 啫。不过临到尾将近年底，佢话：哎，我讲错咗。我而家取消咗个 transitory 咁。咁所以咧，出年咧，咁即系话明年2022年咧，系真真正正嘅通胀年啦。OK， 嗱，今年你哋见到虚拟货币啦，有啲叫做 meme stock 啦，你知唔知咩叫 meme stock 啊 ？meme stock 即系美国嗰个 Reddit 啊。嗰啲散户平台啊，突然間成扎散户入嚟，就專係炒嗰啲 GameStop 啊、AMC 啊呢啲咁嘅小股，而且咧仲係好多嗰啲大 Masa 咧係用嚟空倉嘅股，佢哋一炒炒起佢，呢啲就係 meme stock 啦。咁啊，乘虛而入，趁火打劫嚇，同埋虛擬貨幣 Bitcoin 啊、Ethereum 啊、狗狗幣啊。猫猫币啊，老鼠币啊，乜都齐晒 ，OK， 咁啊，亦都搞到啲商品啊，石油啊，商品好似啲木材啊，啲总之所有嘅嘢啦，连咖啡都升到阿妈都唔认得，咁啊，石油又升，股市又升到而家呢两日又再创新高喎、啊，谂到年尾呢几日都创新高喎、啊，嗰、那个指数。房地产市而家亦都上咗去啦，就未落。咁咧，亦都不甘后人，屡创新高，一直到而家年底嘅今日，我肯定到听日。OK， 嗱 ，COVID-19 咧由2020年开始改变晒成个世界，改变成全球嘅政局，改变全球嘅央行所做嘅一切，改变。人类我哋生活习惯，好似我以前好认真嘅，你唔信？你真系唔信？啊，而家我已经玩啦玩，且还个世界都变成咁咯，点解唔玩埋佢啫？系咪先？嗱，改变埋传统嘅金融体制，真系改变一切啊！全部啊，当然亦都改变埋人性、人类嘅思想嘅思维。OK， 唉。人类的丑恶劣根性开始全部表露无遗，连虚伪都费事做啊，嘥时间嘥 gas， 直接邪恶。你睇下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所谓佢哋嘅好似系核心价值、价值观、value 啊，我搲你老尾咩？揭开羊皮，露出狼相。细空夹狼，要吞噬中国
龙的传人，你老母啊，真系嗱，2022未开始已经系群狼围堵一条龙嘅一片景象。2022年，我哋终于见到龙与群狼博弈底下嘅政治点样反映喺环球金融市场上边。